吃饭哎，你要先跟他讲话哦。蟑螂要跟你讲话。喂，我是蟑螂，你怎么不吃饭呢？这是今天的主角，我刚才已经把饭放在那边，他一直不吃饭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电话，因为我在录影，所以电话就由他当电话了。那我要开始讲电话了。喂。哎呦，是蟑螂吗？Hello，蟑螂。我们家有只狗，它叫哈利宝。哼，它不吃饭哎，你看它在看我。先跟他讲话哦。蟑螂要跟你讲话，你要不要跟蟑螂讲话？喂，我是蟑螂，你怎么不吃饭呢？那你什么时候要吃饭饭呢？哦，现在吃饭饭呢，那你赶快乖乖吃饭，快点，我在这里看着你。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你丢的爱正在看。哈利宝吗？刚才不是叫你吃饭吗？怎么又不吃饭了？你要赶快吃哦，要不然等下过来了。等下过来，你快点吃哦。好，拜拜拜拜，拜拜狗狗，拜拜。你赶快吃，等下那个蟑螂要打电话来了。
等着你。